钟明带来 I Love You。希望我们的积分呢能够胜利，然后不要有人被淘汰，一起加油！抱着想与队友一同晋级的心情，吴钟明能否借此打败对手，为先锋队再拿下一胜呢？组呢，马上先有请我们的小胖老师讲评。陈永龙，我很喜欢你的声音啊，这个不愧是这个我们原住民，这个声音的音质真的很好。不过感觉你今天好像没有释放开来，有一些高音没到。永龙，如果你的高音的诠释可以更好的话，我相信整个歌曲的感觉会更好。还有一些咬字的问题，永龙。大 Q， 我觉得你歌其实选了也不错，这是一个需要技巧的歌曲哦，尤其是你在副歌有哭腔，然后又转了一个假音，这个是你技巧诠释很好的地方。可是我整首歌听起来，我觉得哭腔稍微多了一点，加油！好，谢谢老师，谢谢。马上就来看两位的分数，首先是陈永龙的分数，请评审按灯。陈永龙的演唱得到的分数是16、17、17分。谢谢，谢谢老师。接下来马上来看大 Q 的分数，请评审按灯。大 Q 的演唱得到的分数是15、16、17、18，哇，小赢一分。谢谢老师，谢谢。好，两位来握手一下啦。赢的这一分是不是在小林老师啊？小林老师，你是同分是不是？那是洪老师这边了。洪老师，你给大 Q 比较高分。我发现。应该是选歌的问题哈，我们可能现在这个胜负会分在选歌的问题，因为大 Q 基本上他选的这个歌是很 safe， 好，很适合他，所以他诠释起来其实是 OK， 恰到好处，好，那个位分都到了。但你在你的专辑里面，这个都是向李泰祥大师致敬嘛，所以大概选了哪些歌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？我这张专辑里面有他比较经典的《一条日光大道》。那一条日光的大道。你没有问题啊，但是下次就可以选专辑里面来 PK 试试看，好不好？谢谢。大 Q 过了这一关，觉得很棒，好险，好险哈。对，因为我们怕会拖累十强的队友们。你现在活过身就过了，你放轻松嘛。我们在你们旁边也是学习，真的。因为我们真的不太习惯站在这样的。不要这么谦卑啊，是真的。来学习的只有明雄而已啦，好不好？我们大家都很不错啦，好，我们握手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